路虎卫士、奔驰 G63， 它们的越野性能差距有多大？首先开始的是路虎卫士，它搭载了一个 3.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，涡轮增压加机械增压组合，它的马力为400匹，最大扭矩550牛米，霸气侧漏的外观带着十足的越野气息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路虎卫士成功通过，接着是奔驰 G63， G63 搭载了一个 4.0T 的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扭矩可达850牛米，585匹的马力。奔驰大 G 的越野性能相信不用多说了吧，都知道这是一辆非常强大的越野车。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跟卫士究竟有何区别。